吹涨起来。嗯，没吹了，现在没切吹啊，啊，以前吹，现在没吹。哦，以前会吹哈。好刮毛茸。好刮毛茸，现在没吹了，直接用开水烫啊。这些鱼你看身上拴了绳没有？这应该也是客人提来的，客人提着火炮、鱼和鸭，还有牛奶啊什么的过来这边耍。你们这平均高一头猪要好久啊？今天还要耍几头啊？还有两个。还有两个啊？哇！昨天给三个。昨天给三个。全部下来，哦，还有猪网油等等。昨天杀的可能都是黑毛猪，是的，第一刀黑毛猪。这个是好重啊！我要打开一个，200斤左右嘛。200斤哈。200斤。它比红毛猪要轻哈。是啊。家家户户都在杀。家家户户杀年猪。